用数字看台湾，掌握最新财经脉动。各位观众晚安，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本周的数字台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财政部长苏建荣，苏部长。我想财政部长呢，在这十年当中啊，很少接受我的访问，因为历任财政部长跟我关系都不太好，因为从这个政所税开征啊，那么我对财政部有很多的批评，那么一直到后面的税改，那么一直现在我们苏部长上任之后呢，我相信这个他是十年来第一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财政部长，这个非常感谢苏部长，好，要特别跟你感谢一下。那今天要访问苏部长呢，主要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在这几年的租税改革当中啊，我们在林权院长的时代呢，我们通过了税改，那么这个税改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那现在我们这段时间呢、啊，相对来讲，税率比在马政府时代呢，这个名目税率稍微低一点。那么税收呢，现在情况也不错。那么现在达到这十几年来的第一次的财政平衡。那未来的发展，我想台湾在这个大的区域当中啊，我们的财政改革往哪个方向走？今天要访问的是这个苏部长。我们来看这个礼拜当中啊，比较重要的、受到大家瞩目的新闻，我们来看上礼拜其实。李嘉诚在香港各大媒体，他登了全版的广告，他把所有的报纸都包下来了。这个包下来当中只有八个字，叫“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啊。另外一个他写个反暴力，然后他特别提到啊，他说这个最好的因啊，可能会种下最坏的果哈。那这个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当中，一个呢汇丰的人数大风吹，还有国泰航空啊高层都全部换人。那香港的危跟台湾的机啊，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啊来思考一下。大家看到，我把这个这一次在这个黄台之瓜哦，稍微把历史稍微看一下，这是唐高宗的儿子李贤呢，在武则天要赐死之前呢、啊，他特别提到，他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李李哦，一摘死瓜好，再摘另瓜稀，三摘尚自可哦，摘绝呢。”鲍曼圭啊，这个就是李嘉诚用这个来比喻香港。我想他承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你看李嘉诚旗下的股票，那么在这个香港的风暴当中啊，其实跌幅非常的大。另外我们也看到，香港上个礼拜其实进入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时代》杂志的封面是以香港为题，我们也看到香这个川普在警告，他说解放军呢、啊、正在香港边境集结，这个其实是。他有强烈的警告的味道，换句话说，他后面有强调，他说要美中贸易要谈判，要和平解决香港的问题。那上个礼拜呢，这个林郑月娥啊召集的他的香港的特首的干部，那么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召开记者会，他跟36位商界的这个领袖啊，来共商香港的经济的发展。他说，香港这一次面临经济的压力呢，远胜于金融海啸。那林郑月娥的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啊，降到历史低点是27.9%。那从这个当时柴契尔夫人跟邓小平的中英的草签到现在呢，香港出现巨大的变化。那上礼拜还有一个是中国向香港借4000亿美元，那这个是绝无处事，但是呢，香汇丰的高层突然被解职，那这当中包括在汇丰已经40年的这个汇丰的行政总裁黄碧娟呢也挂冠求去。我们看到汇丰的股价呢已经跌回10年前的低点了。那么这是包括国泰航空都有同样的情况，这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包括香港的这个阿里巴巴到香港的挂牌，那么现在可能暂缓。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香港的房市呢，现在有些动荡不安，这是香港的情势，那么值得大家注意。在这个时候呢，《时代》杂志拿香港当封面了、啊，我相信是有深的意涵。另外一个我们要来讨论的是，在基本工资的调整，我们这次月薪加了3%，那时薪呢、啊、变成158，月薪加3%就到23800，所以资方有点吃不消。他说，如果调5%的话呢，他人事成本会增加300亿。那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你看到在南韩过去一段时间啊，那因为薪水加太高了，你看到连续南韩的这个加薪呢，它从3370最高到8359，现在大概等于时薪239。那台湾我们158，
那南韩现在的最低工资啊，大概台币是51000。那现在这个调整以后呢，南韩的年轻人啊，失业率呢超过10%。你可以看到，南韩的失业率呢节节攀高，攀高以后呢，现在南韩的自杀率也是在亚洲啊名列前茅。那这是台湾在一连串的加薪过程当中要非常注意的。韩国的韩元啊现在大幅的贬值，南韩股市啊是大跌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对未来的台湾的这个薪资的调整，什么地方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工业数，大家可以稍微来审慎的去思考。那美国30年债呢掉了2%以下。那彭博的作家现在在讲中国的经济，他说不是美国会衰退，是中国更该担心。那他特别提到，中国为了阻止资金的外逃，现在严格控制黄金的这个进口。另外，我们看到金价在这个礼拜呢涨到15000以上，它是在6年前呢从1920啊下来之后呢跌到1046，现在再重新再拉回去的。那人民币呢一直在升，那大家特别注意到，那这是台湾的很多人都在讲中国市场很大，不去会死。但是你可以看到台湾在大陆的布局啊，现在其实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我看了一下很多的包括电子五哥呢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呢是大幅的锐减。那这个情势也告诉大家，包括上礼拜我们提到这个手摇饮料呢，大家在中国台湾去画押，但是你的政治表态呢也不一定会让你的公司啊能够改变会更好。那我想这是值得台湾的企业到大陆去投资啊应该要稍微注意的政治风险。好，回来之后我们要来请教部长了。我相信先请部长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看到你来我很开心，因为我财政部历年来跟我关系都不太好。所以今天部长能够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现在财政部的施政的方向。那这当中现在请教部长，就是说这次台商会回哦，第一年扣8%，第二年扣10%，投入到制造业大概减半嘛，那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台湾很多钱都在境外，比方说我们现在金融账啊外逃大概4289亿美元，换算台币是13兆多。那台湾长户以外，这一次呢，我们终于把这个条例通过了。条例通过在后面台商回流，你到目前为止8月15号呢，台商回台有111家，然后呢金额5484亿，创造就业呢47660人。我在形容它这是30年来台湾最大改变。好，那部长也大概在出估啊，我看上次报纸在讲，你说台商回流今年大概8000亿哈，最高。我们怎么来看立法院这个三读通过之后呢，台商回流，我们过去来讲都很担心台商把钱像马政府时代跑去弄房地产，结果搞到最后呢房价很高，就变成民怨之首。现在呢台商回流之后呢，我们怎么引导这个钱，财政部对这个样一个资金的规划跟方向有没有什么想法？好，非常谢谢主持人。我想这个台商资金回流啊，这个专法的通过啊，这个是对台湾来讲一个是非常大的意义哈，特别是给台湾制造一个机会哈。那我可以这样讲，因为过去我们台湾的资金都到中国去投资哈，那它的生产模式就是台湾接单，中国生产，所有的就业机会都在中国大陆哈。那么这一次以后，也许台湾就是因为美中贸易战跟这个所谓的国际反避税规范的这个措施啊，使得台商必须慎重的去思考它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经营架构。那趁这个美中贸易的热战的当时啊，我们通过这个法案以后，可以让台商能够把资金汇回到台湾。那为了避免过去在这个遗产赠与税啊所产生的这样一个不好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专法里面指定它在至少70%要用在实投资上面。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实质投资才有就业，才有生产。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能够实质投资，那么我们的税率呢是减半，本来从18-10减到5-4，那这样一个诱因呢，事实上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让我们的这个实质投资以前都是台湾接单大陆生产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就业机会弄回到台湾来。对，那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当中啊，其实刚刚部长提到了，你注意到
为什么台湾资金回台投资制造业非常重要？川普在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口号，一个是让美国再伟大，第二个呢，他就制造业重返美国。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我们常年呢对制造业啊，我们其实都很轻视啊，都很轻忽啊。但是你知道，第一个呢，制造业可以创造更多的，比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第二个呢，制造业呢是研发的根基，也就是说，你制造业留在这里，你的研发的根基就会扎根。那制造业移走之后呢，研发支出就跟着也带走了，所以你的产业会裹足不前。第三个呢，制造业外逃之后呢，它的产业链也跟着就跑掉了。这产业链跑掉以后呢，鬼瓜巴掌都跑掉了，超了了哈。所以这个台湾，我们在过去在马政府时代最高的比例，一个数字叫台湾接单海外生产，这个比重高达55%啊，差不多。你超过55%以后的话，一半以上，我们整个就是说你看到台湾的这本账看起来都不错，但是因为有一半以上制造业是在外头，所以你看到你的这本账单看起来好像很亮丽，但是呢，台湾一般人都叫无感，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济活动，包括你创造就业，都在境外啊，都在境外呢。你台湾境内的年轻人或台湾的这个要想就业的人，他找不到就业的机会啊。你的长期因为制造业在外面，你的薪水相对就低了。是，所以这个时候是迎接台商资金回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了哈。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再请教部长，就是说我们回来以后，台湾我们如果重新找回租税竞争力，也就是说，如果就类似这次像香港这个样子，我们有很多啊，过去是台湾我们的强项，我们把它丢掉了啊。那丢掉以后呢，如果这次香港什么三长两短，那我们怎么迎接这个对台湾来讲空前大好的机会？回来再请教部长。是。好，欢迎再回到现场。我想接着当然我们来看香港哦。这次其实我引用啊，毛泽东在1973年的6月13号有个讲话，他对党内同志讲话，这当中留下最重要的名言叫“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哦。那这个当中啊，你看到香港这次的演变，我看最近有个报道，他说香港外逃的资金为何不来台湾？那这当中啊，这个包括刘益如前部长特别提到，他说香港金融地位受创。他说台湾期待的挑战不小，我觉得这个都有代表性的。那这当中我特别要请教部长，就是说我们在像我把这个艺术拍卖几个场景，像是佳士得，你看那个所有的最贵的话其实都在香港拍的，那这个也是这是都是佳士得。另外你看这是物比，然后呢这是北京啊，现在的北京的物比的拍卖。那这张图是香港的红酒，大家知道香港以前红酒税扣很重啊，后来他就慢慢从80降到40，然后呢降到零，降到零以后呢，香港现在变成亚洲包括甚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红酒拍卖中心。香港的拍卖啊，现在连马也在拍了，所以你就知道就是他那个拍卖机制是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说，如果这一次香港有什么三长两短，这当中啊，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在意的点要请教部长，就是说其实1993年我想你还没有到财政部了。那这当中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后来问佳士得跟苏富比的主管，我都他们都在1993年离开台湾的。啊，离开台湾，我说为什么离开呢？因为他说财政部那个时候坚持要课税啊，课税就是把每一张艺术品的拍卖要用个人，例如个人所得税嘛，哈。那艺术拍卖其实这张画是谁的，大家都很敏感，这个藏家都不愿意曝光。那不愿曝光呢，苏富比跟佳士得就跟财政部谈判说，能不能我每一年我拍卖多少，我按照要该课的税，我整笔我不要提供名单了 啊交给财政部，反正我有缴税嘛，对不对？那财政部说这个违反注税公平，那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他们在1993年大概就整个亚洲总部就移出台北，这个搬走之后到香港，他对香港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在佳士得苏富比搬走之后，我们整个艺术的产业的巨头完全就垮了。垮了以后呢，包括前辈画家，你看到现在为止，大概就陈澄波啦、廖继春啦，这个几个有名的画家，他才拍得掉，其他都不行了。所以那个艺术产业都掏空了。
香港在2008年之后把红酒税再取消，因为香港以前有他们买红酒大概都放在澳门，那要喝的在澳门再拿回来。香港把红酒税取消，它带来的繁荣是更大的。所以我想大家都比较关注，就是说香港在这一次，万一将来在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抗争当中啊，香港的金融地位不保，我们有没有办法像台湾长年以来我们那一种财富管理啊，最高档的理财，我们台湾人的钱都放在香港啊？那我们常讲说台湾税率很低啊，好，有效税率，我们常讲台湾有效税率13点多啊，14啊，哈，全世界最低啊。那我常讲，这个对部长来讲，可以把握这个改革的机会，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创造台湾更好的租税的竞争力，能够把驻留在外头的钱搬回来。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把台湾原来有的强，比如金融业我们做不了财务管理，都送给香港。当然这个有机会我跟这个金管会顾主委要稍微讨论一下，这个财务管理这块其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都送给别人。那艺术当然这个不用讲，就是说今天如果香港要争取香港的更大的资金的停泊的机制啊，台湾在这个税改上我们有没有一些着力点，这边要请教部长。我想这一点我们也了解这个问题的所在，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行政作为上，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解释含义，就是说如果你是外国的居住者，你在台湾拍卖商品的话，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6%的一时贸易的这个所得率啊，然后你就是扣缴20%，那税率大概是实际有效税率大概1.2%，那你也不用申报哈，是这样一个。这个就调整过了。对，这个以前原来是纳入综合所得税。那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你也不用扣缴，就是那个不用申报了，就是那个拍卖公司扣缴，类似扣缴这样就好了。对，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在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到刚才市长所提到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要认真去思考。对。租税的公平跟修法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任何税改其实都有很多学者比较这个，我看像类似最近的印花税啊，我们印花税取消，我就看到孙克南就讲了，我们有一些财税学派他们都是很左派的，你说他说印花税其能不明不白就走入历史啊，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了，所以每一次税改其实在台湾都招来很大的阻力。是，好，那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比方说现在美国的矽谷有很多高科技的人士啊，来台湾想要定居在台湾，或香港现在高阶的金融人才他们希望定居在台湾。但你知道我们常理呢，比方说台湾很多人在台湾上班，但是他是挂在香港薪水账上，那这当中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台湾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大概是40%，但他在香港可能20%。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一直维持这种事实，其实对这种第一流的高技术人才或高的金融人才，其实你没有太大吸引力。这点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我想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国外会通过的这个外国专业人才雇用法这一部分的话，基本上他就是说，如果他来台湾工作，然后特定的专业人才，那么在台湾工作，那如果他的所得超过300万，他变成是居住者，所得超过300万的部分，他是减半课税，3年内减半课税，这个是针对外国专业人才特别的这个方式的哈。不过我这边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以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来讲，所得税呢是占了大概我们总的税收的50%，这个是租税结构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所得，有一部分都完全就没有课到税。这点呢，我特别跟部长讨论了，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台湾的有效税率偏低了。是，那有效税率偏低，其实将来这个账要不要把它合并？比方说我们很多税了、监了这种像我们健保会好。燃料税啊，汽车燃料税啊，这种哦，有什么烟酒捐啊，大概都算在这个税的外面嘛，哈。是。那将来这个其实全世界它对有效税率的制定，这个大概都包在里头。所以我们这一算以后呢，如果你把这个还原加回去，大概19-20%。但是如果把这个扣在外面，可能就因为健保会变成会的时候呢，它一年最少我看6000亿啊，那如果你加回去了，它可能我们就从13点多就变成19点多了。那将来这种计算方法要不要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常讲台湾的有效税率就13%都大部分的该缴都没缴税啊，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税基啊，怎么有效扩大？就是说，你现在台湾其实有太多人该缴税有没缴税的，啊、逃税空间很大，对不对？是。那、啊、这个洞如果我们补强的，其实对课税整个公平性啊，会有更大的帮助。这点部长有什么想法？我想我也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税基的漏洞啊，基本上是水平公平的问题，就是有人有所得要缴税，有人有所得不缴税，就是水平公平的问题。那如果你水平公平做不好的话，不用谈这个税率高低的垂直公平的问题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目前我的了解哈，我们国内的这个情况大概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地下经济大概占了GDP 的四分之一左右，那这一部分未来怎么去扩大这个税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财政部这几年我看在执行这个是有改，我看是慢慢比较强的，就是说你看有些小吃店，我们会透过辅导的措施先让他去设立税基，然后未来慢慢纳到这个正轨里面去。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些人他有所得但是不缴税，但是他消费面他可能消费能力很高，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在思考，就是未来在税基扩大方面，特别是很重要的消费税啊，特别是我在另外一个部分，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在数位经济底下，很多的消费行为都是透过电子商务，透过那个，那这个是未来我们必须思考整个税政上面怎么去因应这个数位时代的这个发展，这个也是我们财政部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工作，倒不是为了要课数位税，而是让整个税基能够更公平、更合理这样一个情况。那因为你有广的税基以后，你才能思考，就是说这个垂直公平的问题怎么去解决，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没有广的税基的话，那同样的税收，同样的税收需求，你就必须去可能用更高的税率去课，这样反而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是扎根的工作了，就是税基的扩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维持财政稳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对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台湾的消费税是够低的了，但是因为我们考量到选票，没有一个政府敢对消费税下手。但是安倍日本现在从5%变8%，对不对？那准备到10%了。那这个就是说，它是税基又大又公平的，但是这个税我们不敢去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其实有很多可以考量的啦。因为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名目税率最高到在马政府时代45%。对，那45%对很多人来讲实在那个太重。为什么？台湾我们有一段时间统计，我没有再更新了，但是我们有一年我记得，这个最高所得那个1%的人，大概缴了台湾所得税占49.6%，你知道哈？那我现在这样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大概有40.8%，我那一年统计里面呢、大概有40.8%是不要缴税的，那41.6%大概缴了最低层的那一层。那这个就是说，那一种越高，那个对租税负担当然相对越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如果说都在顶层上一直在加码，那个后面其实会有很多避税的效应就产生。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把钱 parking 在香港或新加坡？这是一个做台湾做几十年来一直的常态嘛。所以这个在税制上合理化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哪些部长觉得应该当务之急要去改？我想这个上一波的这个所得税制的改革就是一个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从45%降到40%，这个一个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够吸引人才回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同时也能够让这个所谓的股利所得跟薪资所得能够一个比较平衡的待遇，这样一个情况。那当然了，这个最高税率的高低，基本上还是必须去思考有一些其他层面的问题，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这边必须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观众说明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整体的这个所得税的这个占的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税收的比重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未来这个所得税的走向我们还是必须要去仔细的去思考。对，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说，我们最高税率的40%，我的了解，最高税率的40%他缴的，比如说中所税来讲，缴了这样贡献大概1/3的税收，1/3，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当然是跟一般我们
一般想象的大概社会上现在很多仇富的这种偏见了，就是其实那些有像很多企业界人士，他们贡献注税是很大的，但是他竟然被挨打了啊！那这个就是说，以前我们有那种缴税前30名，我们财政部给他颁奖，但是后来他的那些人因为标靶太大会被人绑架，所以后来就没有公开。但是这种缴税很积极的那种企业，其实有时候财政部应该给他们多一点奖励啊！是我们。大概要尊重这个纳税义务人的意愿呐，就是我们要公布的时候也都会征询他的意愿啊。不过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税改才刚通过，除了这个降低四大扣除的提高以外啊，那我想这一次是非常有感的一个税改啊。好，等一下我们回来请部长来谈谈你在这个税改里面其实。这次有些效益哦，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减轻薪资所得者、中低所得者的育儿跟家庭的租税负担，这当中比较明显就是说，中高所得者们幼儿学前特别扣除从25000变120000，啊，这个当然非常大，就是我们都少子化，很多人说养不起小孩，对不对？是，在这个租税改革上，等一下回来部长谈谈这个，在我们在税改当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照顾弱势的税改的这个改变哦，我相信我。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对这个一定非常有感，好不好？好，稍回来请部长来跟我们说明。好，欢迎回到现场。我想在上一回合的税改当中啊，是这个我们完成几个比较大的改变哦。其实这个也是很历任财政部长不太喜欢我了。第一个，我过去我一直强调外资缴税跟内资啊不能差那么大哦，你差一点点没关系啊。所以以前很多人就汇到境外再汇回台湾，他享有非常大的租税优惠。那后来经过这个税改以后呢，最少把这个洞啊差距缩小。我想这个比较公平。我说这个我在台湾我没有用别的户头，我缴的税比用你绕一圈回来啊贵高很多，这不合理啊。这个就是租税改革要消除不合理的一个现况哦。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低收入户有很多的奖励。我最近也感受到很多人对上一次的税改这个是最有感。一个我稍微练一下，就是说减轻薪资所得者、中低所得者跟育儿家庭的租税负担。第一个呢，中国所得税标准扣除额由新台币呢90000提高到120000，薪资所得跟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从128000提高到200000，所以这个成长就受益户数是5420000户。那中国综合所得税里面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从25000大幅提升到120000，啊，这个对要改善少子化是有帮助的。那这两项请部长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想这个是非常也是我们这一次就是上一波税改里面，然后今年所得税申报的时候大家非常有感的部分，特别是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从这个原来的这个100000提高到200000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很多这个薪资所得者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调高以后，所以他们本来比如说刚进社会的这个年轻人，原来是要缴税，现在都已经在今年的所得税申报里面是不缴税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双亲家庭又有小孩的话，那么特别是年轻的夫妇他抚养小孩，那加上这个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120000的这个所谓的育儿学前特别扣除，事实上他在整个所得在如果在1230000底下都完全不用缴税，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双薪的话，大概810000这个都完全不用缴税哈。所以这个对年轻人刚进到职场的，不管是刚结婚的，或是刚抚养小孩的、有幼儿的这个家庭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的。那我们思考到就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哈，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租税的措施，第一个减轻中低所得者还有薪资所得者跟育儿家庭他们的负担，那么能够让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生活品质。好，这当中啊要请教部长，现在我们在那个税改当中有三个区块，是现在这个区块里面呢，比方说第一个。在张盛和时代，我对他，我有很多跟他意见不一样，但是我对房地产的课税啊，我这点我从来没有跟他，我没有什么出入。一个房地产就房地合一税，
如果你两年以内交易客百分之十，按照市价客百分之四十五，这一条哦，就把那个说的短线冒客啊，差不多都宰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为什么？我们以前一个像帅过头了，那个他们一年交易两三百栋哦，那这个是对，如果纯粹在炒房，我想对社会没有帮助。后面包括持有税的提高，就是说他的房屋税跟地价税，如果你含豪宅超过八千万，他又再加征，包括路段率嘛，哦，这个台北市，这个就是在税改当中对房地产的部分。那股票的交易来讲，我想有一个特别要请教部长，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股利所得那个占的比重是非常高的。那股利所得原来按照那个列入综合所得啊，那综合所得以后呢，就扣下去，其实那个有很多不公平。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台湾是赚钱才课税，要缴啊，赔钱不能抵啊，哈，这个就变成说我们在那个缴税一个特殊的。另外一个，现在还有一条，就我们二代健保补充会哦，补充税率，就是说是你原来这个，因为我们健保会不足，所以在股利所得原来2%嘛，哈，那慢慢再减一点。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现在财政比较充沛的话，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股利所得课税，在因为这是在投资人最长期投资的拔秧嘛？为什么？在证券投资来讲，我们台湾很多像过去几年，我一会长团队的，我们对那个当冲啊，是课税啊减半，我说天哪，上来下去对这个经济没有什么帮助啊，你只有创造营业额啊，那但是对真正台湾贡献经济比较大的，就是说我股票长期投资，美国其实他们对那个长线投资的很多奖励啊。我们现在在租税上对长线投资是惩罚的，但是对短线投机啊是奖励的。这个在财政部将来在规划上，我觉得这个建议部长，这个是要慎思的。就是说，我们为了冲量去对当冲降税，但是呢，我觉得我如果股票放十年，我每年领股息股利啊，你还每年都砍我一下，这个是其实有一些可以有斟酌的空间的。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说，现在企业的这个保留，因为两税合一取消以后，保留我们已经把企业的所得税、营业税、经济事业所得税从17%变20%了。那这个时候加高以后呢，保留盈余其实两税合一才有保留盈余课税嘛。那现在两税合一取消了，就还留5%，很多企业界对这个是很有怨言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在税改当中留意这些尾巴，我们有没有修正的空间？我想我先就最后这个保留盈余课税的部分我先说明了，那保留盈余课税因为是配合这个两税合一，我们把原来的 10% 变成是 5% 这样一个情况。不过这里呢，我要特别说明，在这一次我们那个所谓的产业创新条例里面，我们特别有增设一个条款，就是说你保留盈余如果你真的用在实质投资，不管哪一种企业，服务业也好，或是这个制造业有创新的投资，你只要新的投资、实质投资，那我们就是不课你这个所谓的所得这保留盈余加征关注的课税。那这个目的就是说，因为有实质投资，才有创造就业机会哈。这个对整个经济才有贡献，而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让你不课税、减税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我们也思考到这一点哈。那如果你都不投资，那基本上就是5%的一个情况。不过这里我必须特别说明了，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证券交易所得是没有课税的，到目前为止，当然，对，所以他证券交易损失也不能课税，那当然。这样一个情况，不能抵了，对，不能抵哈。那我们这一次的税改是把这个股利所得本来放在这个综合所得税最高45%的部分分离出来变成28%，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概28%也是我们了解这大概平均的税率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它的竞争力相对是比较有了，外资也稍微20%变21%，那外资变成20%到21%，所以内外资的差距本来从16%多降到5%多哈，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内外资的差距已经相对缩小了，好，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你透过这个假外资的方式来持股的话，基本上也没有多大的，这几年假外资状况比较和缓很多，对，也就没有多大的这个好处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上一波的税改里面都已经把这些在思考进来了，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股利所得就是说二代健保补充会了，因为行之多年，那就是那个是多一个尾巴，那其实那个金额没有很大，但在那个我们以前是为了要补充二代健保这个会嘛，那现在如果这个健保汇率已经还有剩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检讨的空间？
那鼓励所二代健保这个补充汇率基本上也不是财政部所管的，这个是这个所谓健保法里面规范的它的啊财政措的一个方式的哈，所以这一部分呢，也许啊未来看这个健保署那边也要思考到。这个你们跨部会，因为缴这个跟税有关了哈，因为但是变成费就对了。我们代为扣底，但这个就你财政部代为扣底，但是现在变成说这个以前是因为不够，因为财那个二代健保。那个已经财源枯竭了，所以要补充嘛，对不对？对。那你一直补哦，补到现在都已经满出来了，满出来你总要有一个像健保局应该对国人要个说明啊，因为你不能一直拔二毛。你想一想，他拔的都是那个长期投资的，那你说我那个短线当冲我奖励，但是我一直每年都被你克，很多人是有不平之名啊。那这一点有没有解决的空间？我想最近好像原先比这个扣的金额啊，就是说比原先提高了，就是上限了、啊，已经比原先提高了。我想他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不过整个还是要看这个健保署他对整个健保财务的这个规划了哈。但是基本上，就我们的鼓励所得课税这一部分来讲的话，这个我们上一波的税改基本上已经适度的去调整这整个方向哈。那对鼓励所得者而言，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说最高所得的部分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都是鼓励所得者，那也有一部分是这个所谓的高薪阶层的这个部分，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就是说对双方，对高薪者也好，对鼓励所得者也好，都有一个比较适度的这个租税上的处理。对，好，我想我们这个单元先谈到这里，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现在就在财政政策当中，我们未来如何能够让整个财政，我们以前都在租税改革比较多了哈。对。那现在对财政的改革，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一些新的着力的想法。等一下回来再请教部长，这个财政部下一个新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好，回来。谢谢。欢迎回到现场。我一直都觉得税租税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所以那个租税定得好跟定得不好，它一定会产生很大的这个产业生态的改变。那尤其台湾人对那个钱呢，当然更灵敏哦。那这当中，现在比方说我们在讲说这个财政平衡了，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我想最少我们已经达到财政平衡的目标了。是。那台湾其实，在财政税收慢慢达到平衡的一个方向以后，我最近跟刘太英教授也在谈，就是说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道，然后把所有的税收去导入到政府的需要的公共建设上。也就是说，台湾其实经过四十年以后，在蒋经国十大建设以后，我们很少全盘的规划台湾的重大交通建设，所以这次包括类似像交通部已经回应了。那个宜兰那个要先高铁延伸到宜兰，那我想后面那个屏东可以规划，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财政的改革的方向，就是说他认为台湾最迫切在税改告一段落之后，应该进行财政改革，这一点部长有没有什么想法？我想财政改革的部分，除了收入面以外，再来就是支出面的这个部分。那支出面的部分，当然就是要跟这个整个主计总数还有政府部门的支出的这个结构来看哈。那么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当然像109年度的这个所谓的总预算案，我们是编了平衡的预算哈，这是22年来从来没有第一次这样子。小英总统也很满意哈。第一次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回过头来仔细思考整个我们的整个财政结构，事实上有一些财政结构是可以去调整的啊，但是如果真的要调整，也不是那么快的哈，因为结构的改革不是一下子就说改就改的一个情况，所以未来特别是我们在我特别说明，比如说我们的整个支出里面70%都是法定的义务支出，对，剩下的30%还要维持一般的行政作业，那么只有一少部分可以用来做公共投资这样一个部分哈，那如果把这个所谓的公营事业或是基金的投资算进去的话，一年的公共投资在总预算里面的公共投资也大概是2-3千亿这样子的
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所谓前瞻基础建设里面，也就是就是说如果你要靠总预算来支撑这个公共建设可能不够，对，所以特别编列的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哈，两期这个一期呢4200亿，那么第二期呢也是4200亿，总共8400亿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公共建设的哈。那未来当然未来这个执行上面哈，就是说可以加速这个执行，然后让这个整个这个因为弥补这个最近这几年公共投资的不足，对啊，让我们的经济成长能够适度的提高哈。那另一方面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公共建设的这个提高以后，让国民也能够享受到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啊，这个品质。这公共建设啊，就是要完整、比较缜密规划了。因为我们以前啊，在公共建设里面，比方说我们花把经费到各县市政府啊，这个各县市政府做最多是什么？做外环道。那外环道一方面，我把道路开过去，我可以炒地皮啊。所以台湾各地，你看那个什么一环、二环、三环，就一大堆啊。那这个你发现那个道路车子少，这走了很少，那就盖了一大堆蚊子馆哦。那这个就是说你后面的效益啊，没有跟上的话，没有评估，后面往往造成财政的浪费。那这一点我们现在看到财政部下半年三大任务，一个呢协助台商海外资金回台啊，这个回台现在就我们要导入那个实业里面哦，也就是说，像过去几年为什么我们台商有过亿返乡，但是过亿返乡我拿回来拿钱炒房地产。现在我看财政部最少把那个洞啊，现在挡住了，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另外一个财政稳健合理的税基，这个税基里面呢、啊，扩大税基当然就是说有些该缴税的应该要交，不该要扩大这个查核了。那财政部现在也都在做。第三个公股的管理哦，那这个当中，我想这个会知识提到，我今天就不谈。但是这当中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反避税。大家都在查那个，现在你要钱会进会出，那个是知识体大的事啊，就你会给别人哦，那个是查得很紧嘛哈。对，所以上回那个赵峰的这种洗钱案，惊醒台湾所有人注意。所以在这个回合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引导这种资金过去逃到境外啊，慢慢让它引导回台湾，参与台湾实际的建设，是。那这一部分呢，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啦，就是说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资金回台，除了在私人民间投资以外哈，那么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我们国内的金融市场，然后引导它进到这个公共建设里面去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财政部在推动民间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这一部分，我们也加速力道来进行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最近跟基隆市政府哈、有一个所谓长照福利园区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列为指标性的案件，因为长照是我们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如果资金能够投到这个长照设施哈，那未来就是能够各县市能够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现在好像对那个寿险机构限制太严，所以大家参与率不高，这个也许可能还要再要调整，有改善的空间。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资金引导，透过促参的方式，引导到这个所谓长照设施的这个建设上面来看，那这个也是对国人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所以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像其他的这个公共建设的话，未来也是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如何怎么去引导资金投入到公共建设。当然，这个部分也要有一些适度的这个所谓的金融工具了哈，也不是说我们要引导他就愿意去投资，透过比如说金融市场有一些债券或是类似这样一个情况，让他能够有适度的一个投资管道。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还要再跟就是说除了财政部以外，也要这个促参的案件以外，那么也要它的金融工具上面未来怎么去搭配啊，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部里面也成立一个所谓的促参案件的投融资平台，对，希望能够就导引这个资金进到这个所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到这个。公共建设里面去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啊，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做起来哦，那适度的导引资金进到公共建设里面去。好，我讲这个，我们先谈到这里，等一下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找回台湾租税竞争力。那我想我们在国际大环境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一个情况之下，
台湾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机遇，就是说三十年来我们过去资金大量外逃啊，现在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让钱能够投到刀口上哦，对台湾的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产生更大的产业竞争力，有台湾的实质的更茁壮的投资。等一下回来，请部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稍回来。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请教部长，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在财政的竞争力上，让海外所有优秀的人才能够愿意到台湾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对策，就是说在揽财上透过财政手段让优秀人才愿意到台湾来就业来工作，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产业促进条例当中啊，有很多的租税优惠，我们如何用财政的力量呢，能够创造类似小英总统讲的五加二产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的契机。好，那我想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人才的吸引这个部分啊，我们除了刚才所提到国发会所这个是外国人才的专法的部分以外啊，事实上我们上一波的税改把这个最高税率从45%降到40%，这是一个。另外我们也提高了这个所谓的薪资所得的特别扣除额哈，这一部分哈。那大法官解释75号这个薪资所得的费用的部分啊，它可以这个认列好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我们都在今年都已经完成了。那至于总统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五加二产业这一部分，我想这一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在产业创新条例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规范，比如说你为了要留住人才，所以你这个员工分红配股的话，那的课税呢是这个移转时或是取得时孰低来课税，以前按照市价很多人赔钱又缴税，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也提升到这个现实的情况，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修正哈。那未来比如说创新跟研发机构它的新创然后取得的这个股票哈，就用智慧财产权取得的股票，那基本上我们也是比照这个所谓新员工分红的方式啊来课税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就对专业人才的吸引，我想我们在很多面向上面都已经做了一些改变哈。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让我们国内哈，特别是透过这一次的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国际之间反避税条款资金回来以后，投资在台湾以后呢，能够就业回来，然后这个专业人才也能够愿意回来到台湾做一些贡献。好，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今天非常感谢部长，在历任十几年来，我经常站在财政部长的对立面，我财政部已经十年没进去过了，所以我想今天部长能够来也是非常感谢部长在百忙当中能够来跟我们全国观众朋友来解释财政政策里面的内涵，还包括我们现在的租税的竞争力。今天非常感谢部长，谢谢大家观赏。谢谢主持人。下一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谢谢大家。